鞠婧祎一直有一个外号，就叫鞠三岁，因为粉丝们都说小鞠有些时候真的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可爱，还会各种小动作，简直不要太萌。小鞠在海洋馆看鱼，别提多可爱了，还用手指着自己喜欢的鱼，侧颜堪称完美，真正的小仙女无疑了。小鞠看到游来游去的鱼，还会忍不住用手逗弄它们，真的是标准的小孩子风格，天真又烂漫。粉丝们都说这是鞠三岁无疑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